就是这个披着白羊皮的黑羊。面，羊是这样叫吧？一个很酷、很吸引眼球的白狗装面。喜欢这一期视频的宝宝，别忘了点赞跟收藏哦，还有多多的弹幕和评论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期的画皮教程吧。妆前后对比一下，确保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画皮方法。首先就是我们的妆前护肤了，这里我们奢侈一下，使用智美蜗牛的欢颜早晚精华油，它一共是有14颗，早上7颗，晚上7颗。日间的呢是含有保湿的神经酰胺和欧洲果子油，它呢是可以增加肌肤光滑性和滋润程度的。夜间是添加了法国鲟鱼子酱，它呢是可以抚平肌肤的细纹哦。哦对了，还有那个熊果苷，它是可以抑制肌肤的黑色素，听着是不是特别的心动了？再加上它的产品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是很干净的，我觉得精华上脸呢吸收也是很快，也没有那种很油腻或者很厚重的感觉。底妆，我们先使用遮瑕液，在黑眼圈的部分把遮瑕液由内向外这样子推开，再在鼻翼两侧遮盖住毛孔，接着呢用指腹轻轻的由外向内，再由内向外这样子拍开，使遮瑕它的力度更好。粉底液部分呢，先在面部两个脸颊上、下巴上和额头上和人中上还有鼻尖上啊点上，再用手把粉底液这样子拍开，这样呢它就能很好的改善化妆蛋的吃妆度，而且更容易拍得更加均匀，整体的底妆呢就更加服帖，更加的自然一些。接着咱们再用散粉进行定妆啊，让面部呢有一个整体的哑妆感，让底妆颜色呢也是更加均匀一些。接着再使用修容的粉底棒，在脸颊两侧以及眉骨两边的这个位置做修容的加深，再在鼻翼两边和鼻梁到鼻尖这个地方去打这个修容，你就可以拥有一个翘翘的小鼻尖的感觉。再使用粉底刷啊，把这个修容膏在脸部推开，就会友善的改善脸型，让脸部轮廓更有立体感。底妆部分，宝贝儿，咱们一定要多花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因为底妆是整个妆容最重要的部分了，其实。把底妆打好，其实就是完成了整个妆面的90%的工程量啊。接着我们使用智美蜗牛萃取蜗牛粘液的魅惑润唇膏，这款基本是透明的，就是有一点点淡粉色的一个唇膏啊，可以做唇底保护或者一个睡前唇膜使用啊，看你高兴啦。接着就是我们的眼妆部分来啦，我们先使用棕色的眼影在眼皮的中部晕染开，妈呀，好熟悉的套路啊。再用深咖色在上眼尾部分和上眼角的部分，我们做一个过度的加深晕染，来增加整个眼眶的深邃感啊。接着在这个下眼眶的部分做晕染，它们可以使整个眼睛看着更要大一些，这样子来回来回来回刷，就可以让眼影刷得更自然。眉毛，这一次呢我们又换一个眉形，先使用灰色的眉笔，再画出一个眉峰稍微上昂一点比较尖锐的眉形，接着再用这个眉刷把眉头刷淡，眉尾部分呢我们要加重一点，这样子让这个眉毛看着更帅一点，更攻一点嘛。再用这个遮瑕膏修饰眉尾边缘，让这个眉毛轮廓看得更加清晰一点。这个眉笔呢是那个蝶莲娜的什么眉羽飞扬多头眉笔啊。接着这次我们使用黑色的眼线膏画内眼线，再由内眼线一点点晕染到外眼线。这个眼尾部分的眼妆我们要拉长一点，就是想尽一切方法让自个儿的眼睛看着更大一些。对。接着呢使用浅米色的修容粉啊，晕染一下这个眼窝部分，使这个眼睛看着貌似更有立体感，这个眼妆整体更有轮廓感。接着我们选择一个自个儿喜欢的色号啊，
先画出本身的唇形的形状后，再用这个唇刷一点点向外扩着晕染，画出这个眉峰啊，或者你可以加厚你的下嘴唇部分，让这个嘴唇看着更饱满一些，更可爱一些。哇，这么看看我真的是又攻又可爱，听哦。夹一下这个睫毛啊，再用睫毛膏刷两层，在这个时候再贴上假睫毛，就会让这个睫毛看着其实是更自然。那不太喜欢浓妆的各位宝宝可以把这个假睫毛咱们就去掉，就可以不加这个假睫毛哈。接着就是用这个橘粉色的腮红在面部和鼻头的位置啊晕染一下，让整个妆容看着更自然更可爱哈。接着这个妆容基本上就给完成了，喜欢的宝宝你一定要点关注好吗？答应我关注一下，谢谢谢谢，网络姻缘一线牵。妆后的护理保湿呢，我们选择甲壳多糖水溶丝。壳多糖这种成分呢，据说是可以修损受损的肌肤，重构皮肤屏障，以及在换季过敏可以增加免疫效果。上面写的成分是纯天然的，没有增加酒精、色素和防腐剂，所以宝宝要需要在溶解后的两天内就使用掉它哟。这款作为妆后的护理保湿，有吸附排泄重金属的功能，能有效的清除残留在脸上的重金属和残妆。因为卸妆后脸部是个很失水的状态，特别是现在换季的时候会很干，可乐糖呢是可以修复敏感肌肤，皮肤上会有一层保护膜的感觉，用完以后整个皮肤就会比较水润。